2017香港小姐竞选十二位候选佳丽一早起程去到台北拍摄外景。佳丽自从年纪最小，现年17岁嘅邱晴，近日亦都积极备战减肥。咦，系咪瘦咗啊？系啊，瘦咗。你瘦咗一磅喎。但系你个成果都得一磅啫，会唔会应该可以谂第二啲方法咧？系啊，使唔使改良下个方法？会做多啲运动啊，摄住落嚟。啊、你準備是不是要自己帶泳衣去去自己帶泳衣啊？是啊。準備有什麼泳衣啊？到時你們就知道了。可能粉紅色。我們不知道的，講真的。粉紅色那些比較。是啊。不是對自己，即事實上對自己的身材都很有信心。都不會特別的。不會特別的，特別什麼？不會特別沒信心啊。嗯，特別犀利咧。咁都要我努力啲先，會更加好啊嘛。嗯，好緊張啊！你咁細個要著泳衣。都會啊，因為未試過去沙灘都會笠件 T 恤噶嘛。嗯，係。